新竹县是马步多间农民，其中咖啡几样饮料后，无论是种咖啡树，也是咖啡豆加工技术，一切农贸马改进土。因空一今年今年成立合作社，邀请专家学者一步一步来交流后，总算解决问题。韩天邀请贝切斯来监听，天天记者邱一发同龚聪明的镜头，向下来去看。那杯测，你们如果等一下他们测完，你们要喝的时候可以喝。但是记得杯测不是在喝这只豆子好，有多好喝，好，它是在喝它的生豆品质，所以我们叫生豆品质的品鉴。有名的咖啡品鉴师陈赛文，当地比马步多的咖啡农介绍，更不易杯测的重点。所以杯测是要有一个能力哦，就是你要知道这个是烘焙上的瑕疵，就是它不能被不，它跟生豆不一定有关系哦，有没有？有可能这件事情它是，不是生豆本身这样，是你后面所做处理不当而产生出来的，比如烘焙不小心烘太深了这些。在马步多咖啡糖地度，工作人员今天呢要将咖啡豆清到瓶中。在上色将咖啡豆硬到软软。比赛时就其他的顺风，注意看定工作人员的大家动作，一控音特别的咖啡豆，用平常软胎软胎的。这马武都的品质其实从去年到今年做了蛮大幅度的一个提升，这样。对，那这也是我们乐见的结果，因为我们去年开始团队对马武都做一些协助，那也是其实就是希望它透过发酵能够让它的风味做提升。好，我们开始了。摆在青岛的时间，所有的东西拢一日一日排整齐，准备好势。咱们训练过动物经验的比切师，张开始我来评鉴马步多的咖啡鲜豆品质很用的。杯测，这个东西，伊要老恩的咖啡的每套写出来 ，NIV 模做好来写出来，按照改进。你做杯测升级，那里升级高。代表是讲，因来种的咖啡，虽然因都毛不独种，因唔会比阿里山，唔会比国外嘅体会下唔好。也是讲，因里下一滴，因吃咖都那味，吃咖滴，因吃咖都那味，一改进都那味，唔浪费啊。就像中医，睇同病人看病样嘅，常常细细嘅，看定一笔一笔嘅咖啡豆，几家嘅香味。再将生滚水浸入去泡咖啡，不过今年三无两米二零，全是咩得注意看点，连太细都唔敢睇。看点评鉴的过程，就像点点欣赏得大分数的学生一样诶。咖啡农又紧张又希望做点拿到好成绩。我爱种咖啡种很久啊，我爱唔定爱咖啡密度几多啊？结果爱见咩哈就。都代替买一间快走的咖啡啊，快走的咖啡了，本地人也从来吃杯测啊。将皮瓦提水当风的油脂啦、泡啦、咖啡渣也都拨开来，咖啡师将开始认真的点咖啡，详细打开来，再将甘肃清楚的记录下来。看起就按从按吃，还是第一的讲。坦白爱开跳的时节，我这个注意到嘛该，还是讲我把种个跳，我一个啊这个加强嘛该，是从上摆上课讲爱嘛该田园管理啊。虽然是大家比跳，付唔到参加一摆比测，唔是看还是专工请假，对台北回到马步多来看比测。阿里遐拄拄好，爸爸又开始种咖啡，阿是会想讲，爸爸种爱系唔系做点咩？拿来自家拍拍看啊，看自家的咖啡，然后莫被买的咖啡就买个无相中。专业，真的绝对不是。一切结束过后，吴思坤同爷爸恐吓提次年骗人的咖啡，为大鹏安尼咖啡同大家交流经验，看到天凤的咖啡生意，后生人未必有兴趣，请上网提送咖啡生意的说明讲。
一点完美。唔像厉害，因高丽啊两三面，因高做下来吼，去年成立合作社，吼，俺大家跟我来三十两三，俺大家跟我来种，种到厉害，完全无工伤啊！唔像你得黑长眼，伊像是日间日转来不卡，日摆宽容人家，厉害，逐礼拜转来，哎呀，天杂咖啡啊，天做某个事情，其实个要转伊来通拍错，你年老年中间，该距离都无空让哎。因为痰会转成酸嘛，所以只要酸也是发酵，只要香气也是发酵，所以这两支发酵其实都是强。马木杜虽然单枪两百人工厂按过，不过日夜温度侦查清台，不少有神山果品质的咖啡体味好条件。气温比较低，对，那湿气重大概就是台湾普遍的酝酿，气温比较低，然后干燥度也可以做到干燥度好，就是它在日晒的时候干燥度都可以到八点多，这也是台湾蛮难得，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。一这一支的话，平均是83分。只有比测的等级来分咖啡豆，70分以下就是一般市面好卖的，70分到80分之间呢。就是高级的80分以上就差不多的精品的等级，一百马武都的咖啡比测已经有旗下几个咖啡厅拿到的82分的好成绩。那其实我们如果能够上到真的去比赛或是竞标，可能都是83点多，甚至要84、85分，甚至像台湾现在有86点多这样出现，其实会越来越好。那当然，马武都后面还有路要走，比如说它的田间管理啊、肥料啊，还有树种之间的这个距离，其实它有包括品种改良，可能它有很多的解法，它才可以真正推升，把它的咖啡再往更高的品质去走。咖啡是高级级的作物，做得对前一年的盛宴的一次长到天一年的年的，采收期长，果子又细粒，加湿又好，一点适合。家家拢喺老农民咧马步都来种，一下台湾林家比人咩用来用到诶？喺太家嘅大变下，马步都嘅家比产业咩用来用抢用诶？一下今日唔单枪，我家种地话家比树，还我打出有公共价值的家比种业。水下去以后，一点水哈。要给它闷蒸一下。因从咖啡状态说，因我老公其他的咖啡有一好的咩？从新用的咖啡豆提一百的比测，拿到的83分，是天然果粉呢。结果以前唔判得林咖啡，一下其他种的，当然拢有好咖啡好的咩？差不多10点以后做一小段事情回来休息，喝咖啡，没有喝咖啡没有精神。一般都要泡是独泡的，我们是90，一滚就可以泡的，泡起来很好喝啊，算是台湾唯一，可能台湾唯一吧。不是，就没有地方像我们这样子泡法。是冷热到头，天地开会。虽然马武都总咖啡的面积也下降，是个人工餐厅，去年14的咖啡农都有成立的合作社，请的专家复杂。有内通的会搞农民用的种用的加工咖啡豆，而提高经济产出，向汉纳多的农民落实来种。在留在出片的含有个种个在去年成果的油啊，输的三个木桶哦，几个有群的油啊，全部都会生态。在咖啡的时节过去嘞。罗振芬开始提手罗素帕，就算具体的规范提话，伊咩唔会唔判得。这种提过了都全部都唔判得记啊。提过无用到，总归是家己命。看你用蛮壮，太弱太弱的用的。无个只，无一只系统的总归好个呀。合作社成立以后有啊哈，合作社出面很麻烦，关系总工作。像差价厂的先生来，农事所的先生你也得来搞。哎，我提过阮推广的时候，他一家出，我看资料然后搞他一家，不过无讲当好。你啊，去年又本身搞过加
你要树上还有个果子就唔怕得剪，你要摘开来，开始煮，不太熟诶。何振芬讲，我有啥怎会有得？当初黑妹安多乡亲，他家妮妮同佮乡下因来去抗战，为家乡出生，又乡下落身来种咖啡，就无见本意安尼成功。所以你要抗战安多年，同行友啊好，你讲舍得来讲，带出老师干嘛重要嘛？少少了咖啡树重要嘛？你根本无去抗争，无去反对的声音的时间，你根本无法度有安多的成绩啦。过来一只成绩出来的时间，我做了当对抗的啊，我无时间有个当个个就业机会，我抓到就业机会，我本后生人学无，我打败，有舍才会得，唔会啥，我根本系讲，无去抗争的时间，佮开落去，讲出来我抓到咖啡园不好，一下空窗唔热嘞，咖啡的生意又浅浅的做出来的。面对未来，今年有很多的梦想要去做。哇，有长根了呢！张新勇同体同隔壁叔谢银玉子，张太叔同罗振芬两个人就古阿体顺风中华。隔壁结合公公，将马武都的隔壁提升做六级的生意，是今年三下来而做的。因为这里主要是仙草，现在要再加一个。咖啡产业，要发展我们的这个地方的产业，然后可以年轻的可以回流，增加这个就业的机会。要活化，不然我们这个山里面没有活化，好像都这样很安静，没有什么产业可以发挥啊。要活化我们这里的产业，我希望我们这里可以热闹起来啊。带动观光，带动我们咖啡的产业，还有我们地方的观光。因为人方好唔好有啊？主要看你啊，种个虫也多唔多？有啊，看颜色，就啲啊啲啊咩，全部是蜜蜂啊。唔种个种个照顾一点的哦。啊，专门用球那就啊，所以家家虫片全部会打开的。罗振芬对青松青胖的耐力度，变出了几下米皮鼓鼓的咸工。一共一道，就系同钟先勇听种出何家比最神猛的眼光。种花整整个那个意境不一样，冇同样，会比较欣赏的，因为有咖啡可以欣赏，也有花可以欣赏，环境会不一样，那个生态都会回来，因为像那个蚯蚓啊、蝴蝶啊都会回来，青蛙晚上青蛙。青蛙在叫，那个生态都会恢复的。提咖啡园地图，种的茶花、桂花、玫瑰各种的花。钟先勇将咖啡园处理到像一撮花叶，结果我搬家给咖啡，提各种的花香当状态，同时没有打错，亲友公公家吃的咖啡园。因今日一种都比披萨还多，冇可能。因想要买鸟，因做得慢慢就得。咖啡的种染出来，你啊种染出来的时间中，比如讲 ，M 有三十只，有三十只种染都 N 啊蔬菜，唔止讲关西，可能黄山，可能竹东，可能尖沙，可能福建 ，N 啊联系了，有三十间安尼种染，唔像国外个做葡萄酒啊样个，你就种染的时间 ，N 自家做咖啡，自家生产，对冇 ？N 披萨做在内两位带，都两位看，安样样哦，规则。散业吼，要穿起来。马武都采提神山的咖啡开始卖耶，比赛的目的就是要用专业的品鉴、打包、实测的数据，为提供的咖啡品质做认证。苏明讲，从2021年广州马武都的咖啡头年，希望细细粒的咖啡头，做得为提供带来生态的转变。